三世界基金会咧，其实有个宣言嘅，献出爱心，关怀人类，热爱生命，关注未来。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，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，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，双眼带着期望，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，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。不分肤色的界限，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，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，是因他没有分开每种色彩，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，双眼带着期望，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，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。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。
咁我哋变咗乐队咧，咁辛苦由香港远到嚟非洲咧，主要有个目的嘅。其实我哋系想认认真真咁睇下大自然俾我哋嘅感觉，将我哋所见所闻咧就记录低佢，然之后一一咁透过音乐话俾大家听嘅。各位各位，又到 ending 嘅时间啦！喂，系咪挨咗40几分钟？好辛苦咧，辛苦得嚟又好开心咧。